今天的 OOTD 怎么样？就是因为有时候出去绕境，哎，今日我最美。太阳，金主，小我最美，金庙。大家放鞭炮，我再站出去啊！是啊，他说叫我放鞭炮，我都站出去了。桃园大闹景福宫，2022年文化祭，开张圣王绕境彩圈，起驾典礼。再代表。今天的 OOTD 怎么样？就是因为有时候出去绕境，哎，今日我最美。太阳，金主，小我最美，金庙。大家放鞭炮，我再站出去啊！是啊，他说叫我放鞭炮，我都站出去了。我只是就是外表看起来哦，感觉很像是那种高冷美女，但其实我讲起话还是很接地气的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觉得我刚跟你跟主委讲话，就是讲那个台语的 quick call。那我们等下全程讲台语，喝啊，喝啊，起码开戏。还有 local 女生，local 女生起码开戏，全程公台语。我从这一集开始，我就变成是那个 local， 对 local 女生。哎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去，直接换我带。哎，来来，我帮你，这样子。哎，醉里头啊！哎，可以，大适合。哎，我今天开始形象大改变。我觉得可以，你今天就是从今天开始就走这个接地气路线，好，真的，这个市场非常的大。公主，对，你是公主，丢住，我觉得可以。第一尊是百年神教，那土地公哈，也是百年的哦。是现在出去的第一尊。对，第一个土地公，哎，他跟那个也是神教，哎，对，还有就是你们最喜爱的那个月老神君。哦，月老一起。那这个第二个教子是？哎，第二个是那个中坛元帅，就是他太子爷。太子爷。哇啊！这个是第三座是梅州妈祖，妈祖，哎，妈祖，哎，马上坐住了。啊，这个是玄坛元帅，玄坛元帅就是财神爷，财神爷，哎，只要要钱的话找他就财神爷啊，对，要钱就财神爷，还是我去财神。这次是我们的百年的那个澳王，开张圣王澳王，开张圣王澳王。你看这个轿子多漂亮啊！最重要就是这个，我们的主教的300年的开张圣王。哦，啊，那个神教都是百年以上的神教。百年以上的神教。OK， 那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可以排到神教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再安排。好。